你好，我是红鼎集团的现任总裁云世彤。旅途劳累，一路辛苦了。我听说过您的事儿，接任父亲的职位几个月，已经让红鼎在天海电商界独占鳌头，让人印象深刻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谢岩，斯特林集团南欧地区总经理，也是此次考察的主考察官。未来一周，斯特林家族会通过我的判断来了解天海市，以及贵集团初步搭建的电子商务生态圈。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希望如此。这位是？啊，他是段飞，这次特地由他来安排做您的私人保镖。确实一看身手矫健啊。我忘了告诉你，我是云总裁的丈夫。好，那未来一周就麻烦段先生了。那这边请。魏总，乌头公司的协议传过来了。放在这儿。这是第七家了，还有三家这两天也会传过来。这是好事儿，我们现在需要这些资金来恢复元气。可是您觉得我们消化得了吗？这就是有风险的地方呀。明天你去催一下我要的材料，图表做出来了，我们会看得更清楚。好的。哦，对了，今天你朋友讲完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嗯，注资的事情我会判断的。行，那我走了。哎，魏总，您是在看财报吗？对。因为注资的事儿，讨论财报推迟到下周例会了，你也不用太难为自己。关于风投公司注资的事儿，您的感觉是什么？像是个圈套。圈套？这几家风投公司提出的条件各有不同，但是我觉得在结果上看来，都有很多相似。您是指都会把我的股权稀释到50%以下，但是具体数字我还不确定。我觉得最保底的这条线也就是33%了。有33%，我们在董事会上就会有一票否决权呢。话虽然这么说，如果这几家风投公司把自己的股权集合起来超过50%，他们就是绝对的多数，可以通过股东大会绕过我们的一票否决权。您的意思是说，风投公司有人在背后想控制天浪，是不是太阴谋论了？对这儿的服务还满意吗？不错，酒店的餐厅能有这个级别很难得，难怪你们会安排这里。南山皇冠假日酒店是天海最好的酒店，无论餐饮和住宅都非常好。这里也是电子商务生态圈的试点。对了，您要准备的初期材料已经交给您的助理了，您查验过后还有什么遗漏吗？初期材料我已经看过了，不过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城市的发展水平决定产业的上限，您明白吗？天海的发展水平应该和您熟悉的南欧城市很接近。
潜力是一回事儿，但电子商务生态圈我还需要亲眼确认，这样我才更放心。我明白了，我会重新设计展示的内容，您大可放心。临时提出这样的要求，对您也很不公平。这样吧，在考察之外的时间，请段先生陪我到天海市到处走走，您方便安排吗？当然方便，只要是为了考察，怎样都行。谢谢，那明天我就想去逛逛可以看海景的地方。有劳段先生设计行程了。有些事情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这么多呀、啊！晚饭没吃饱，我们不能吃点零食了。你还喝酒了？你这样会变胖的。你说，你跟他认识啊？谁啊？啊，谢莹啊。我以前也执行过这样的任务，保护过段安一段时间。那你跟他结婚了吗？怎么可能、啊？他比我小好几岁呢，我就把他当成妹妹。真的？哼，段飞，我也比你小好几岁呢。你别这样，你知道的，我的任务不能多说。行了行了，明天的考察怎么办？反正他的态度也是找茬，我也还没想好，应该要拉他去哪儿看海呢？看海呀，和考察有什么关系啊？对呀，哎，你说这看海跟考察到底有什么关系啊？